见闺蜜 VS 见精神小妹。见闺蜜，我能起来洗个脸已经很给她面子了，防止脸干再抹个水吧。见精神小妹，找出一瓶很久不用的粉底液，色号一定要很白很白的，生怕哪个地方抹不到。拿起粉扑就是一顿拍，我的妈呀，终于拍匀了。再定个看不到毛孔的妆，眉毛要画细长的一字眉，眼影用大地色晕染整个眼窝，灵魂眼线要画两条，要不然它不和我拍照。大眼睛的尖尖的，可盐可甜，脸上的小配饰必不可少。再开个天眼，鼻子要修高高的，拿出15块的口红。对了，还有提大眼睛的卧蚕，精神耳环。